哎，行，哎哎哎，嗯，哎呦，怎么了？哎呦，真够早的，迟到了又。你好，加科商社。哦，山本社长休假去了。 有事请留言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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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记下。请放心，我会转告他的。再见。怎么样？这笔刚才那个强吗？这个。哎，我再给你找一个啊。哎，你刚才那笑话，一点都不幽默啊！大家都想找个茬儿。 乐呵乐呵嘛！啊，哎，如此而已吗？你缺乏幽默感，你这个人。哎呦，赵姐，这点咖啡整得我望眼欲穿了。我说小林，啊，你这可是社长待遇啊，肯定社长又不在。来来来，赵姐，老胡，把脚拿下去，社长不在，你也别这么放松。往下，你这脚。哎呀，放松的不只是老胡的脚丫子啊。 更重要的是，大家的心情。嗯，我是赵姐，啊，您给我也来一杯。好吧。哎，没有那张板着的日本脸啊，在咱们眼前晃来晃去，我喘气儿都觉着舒畅。哎，你们谁见这山本还笑？一点敬业精神都没有，在本公司是不允许的。老胡，没没没没，没见过。这两天没人给我拍桌子，我感觉我好像都胖了哈。 是吧，小林？嗯，您肥瘦正好，不胖。哎，真是难以想象，这鬼子回来了，咱们怎么受得了啊？对，他要是再那样法西斯管理，我就走人。为了维护民族和个人的尊严，我就辞职。这个计划部副部长，我不当了。对。 我这个副部长啊，也不当了。我当正的。最好他回来那天呀，所有的航班全都停飞，汽车抛锚啊，他就根本就没赶上那航班。汽车、飞机根本就没赶上。为什么呀？拉肚子，住院了。<笑> 他们说，最好是社长赶上飞机失事。他们还说，最好是出车祸。哎呀，小孩要注意了，万一现在……哎呦，行了，赵姐，你怕什么呀？那日本鬼子还能现在推门进来不成？真是的，请进。 社长，您回来了。大家好，我很想念大家。こんにちは。お疲れ様でした。 提问：伊利为什么想念我们？回答：社长。哎呀，社长，我，山本桃太郎结婚了。OK， 幸福。 快乐，连喘气都舒服，就好像是又长出了一个鼻子孔。你的话我们好像不明白。OK， 我结婚了，要当爸爸了。男人结婚，哟西。OK， 加薪，升职，休假。 本公司明年要做人事调整。
未婚的嘛，男人未婚的，升职、加薪、休假，哎，不是吵了吧？ 哎，我说，这小鬼子今天受什么刺激了？这是，啊？哎，我去打听一下，马上回来告诉你们啊！等消息。好，出去，反省。 社长，啊，来吧，来吧，我公司全体员工准备为您开个 party。男人结婚成熟，才能有责任感。万事兴。是这意思，哎，男人一结婚他就 OK 了，好事成双，升职，哎，加薪呢？不是这意思，是他们结婚 OK 了，所以才升职加薪。都不对，是升职加薪的 OK 男人才能结婚。这是他什么呀？没事，不对，不对。刚才我们还在说您是后悔没早结婚，我看应该把这事儿告诉小林他们呢。 少壮不结婚，老大徒伤悲呀。OK， 社长，您说结了婚的男人才有责任感，这个是否作为员工的升职标准之一？OK， 山本先生，我已经结婚了，儿子都8岁了。<笑> 太太接我来了，我要跟她共进午餐。哎呀，太好了！社长，您的电话没拿啊？和太太在一起不用电话。这位第三者什么意思啊？ 一个美国朋友举办儿童福利义卖，我们去助助兴。这个很好，把它留下。Sure， 但是你得在拍卖会上把它买回来。嗨。OK，OK。Honey，I love you。开车。山本整个变了一个人呢。结婚有这么神吗？ 是山本太太的力量，对社长才有这么大的吸引力。真想见见这个神奇的女人。哎，哎，你们谁听明白了啊？山本的话说，男人结婚，还有一个 OK， 什么意思？我把它输入电脑，查查。哎，不就男人结婚 OK 吗？ 还有一句说是这个，明年人事调整，没结婚的男人就，还有升职、加薪。山本先生给大家的礼物。哎呦，什么好东西啊？
想象力别太丰富，里面都一样。来，男人领带，女人丝巾。哦，这是王艳的，你们别乱动啊。哎，这里面这么多的，这是别的房间的。看看。哦，对了，社长还说，男人就应该结婚。结了婚的男人才成熟，才有责任感嘛。 信息之一啊，山本太太是美籍日本人，获得过企业管理和社会学的双学历，具有现代西方观念和科学管理意识。在他的沟通和努力下，公司已经取得了 WPF 产品在亚洲地区的独家代理权。哟，厉害！信息之二。 原定的那几条整治员工的不合理要求，很快就要废除了。信息之三，嗨，这是刚给我儿子买的，你们看是不是挺可爱的啊？ 我像不像个好父亲？老陈，小姐，那个值三。信息之三，社长对考核男性职员有了新的要求。他认为自己40岁结婚太晚了，像我这样正合适。本人今年45。 儿子已经8岁了，不早也不晚。这社长说的，这是？对。社长说，因为只有结了婚的男人，才是真正的成熟和有责任感。 是否结婚？是否结婚？啊，是真正的成熟和有责任感。只有具备了家庭责任感的人，才能够对社会事业尽职尽责。所以，是否结婚？啊，是今后对男职员升职的首要标准。赵小姐，是吗？三位，多多保重。 是我，是他，太不像话了！我结婚与否与鬼子社长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，这不成了干涉中国公民的个人隐私了吗？哼，还成了升职标准了，荒谬！哼，啊，男的在人事调整前限期结婚，哎，怎么没有他们赵大姐他们？ 这个大龄女青年的事儿啊，啊，哼，男女不平等，我。
我抗议我，哎，我对这个信息表示怀疑啊，哎，我们仨人都面临着升职，是吧？哎，那都限期结婚呐。你要比如说我吧，我32岁我就结婚了，但是后来又离了，那你说这怎么算啊？ 这是我的辞职报告，我不干了，成不成？哎，我替你去交。哎，哎呀，我说你准确核实。你跟鬼子谈完了，你再辞职也不迟啊。你就是啊，你不正好让人钻空子吗？你给他腾地儿呢。哎呦，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 社长，这是您不在期间各部门的文件，请您批阅一下。好，这份您签字。OK。 喂，你好，佳和商社，山本社长，好，请稍等。社长，您的电话。好，我去忙了。哎，赵姐，有点事儿，你能不能进来说吧。 刚才老陈有没有给你送来一个那个大林写的报告？哎，那您从社长那儿，你看，是不是这个？啊，对，就是这个大林写的辞职报告。那我就知道这里有问题，老陈送来的时候我就给压下了。哎呦，赵姐，您真是太善解人意了，你真是我们的好大姐，赵姐。 社长，高小姐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啊，这是老陈送来的，作为咱们公司春节联谊会上的礼物，请您过目的。哎，这不是老陈给他儿子买的吗？看看这个，多可爱！我给我的儿子也买了一个大的。您儿子？啊，社长都已经结婚了嘛 ？OK， 早晚会有儿子的。OK。啊，社长，借此机会，我要向您汇报。 我准备积极响应公司的号召。什么号召？结束单身汉的生活，在即将到来的春节结婚。结婚，很好。男人结婚，哟西，婚礼公司赞助，您代表我具体安排一下。嗨，您有时间吗？我想跟您沟通沟通。沟通。 请坐，请进。社长，听说您对忘年会的参考礼品很有兴趣，我又给您发现了一个经济型规格的，<笑>很好，放在这儿。好，沟通吧。 您认为，只有结过婚的男人才有责任感，而且只有具备家庭责任感的人才会对社会做出贡献。你总结的非常好，别我总结的非常好，这不是你过去的意思呀。你原来说结过婚的男人是有家室之类的，现在正是我的意思。哎，这是你今后对所有男职员的考核标准。这个。 那您说那个不成熟的男人，是不是指那，从从来没有结，没结过婚？哎，我帮你说吧，社长，他就是想问问您呐，他怎么算？他从前虽然结过婚，可是现在又离了。你离婚了？为什么要离婚？因为双方都是实在扯不明白了，就一刀两断了。幼稚。哎，社长，您不是说男人一结婚就成熟了吗？我是在离婚之前我就结婚了。你不成熟，坐。<笑>
啊，你们中国人有句俗话：“你越活越回头。”算了，我不想跟您讨论这个问题了。我要跟你讨论，离婚不行。可是我已经离了，我去年这会儿我就离了。反省，没有责任感，始乱终弃。您慢点，离婚是我前妻他提出来的，还是没有责任感，否则他怎么会跟你？ 哦，你是被太太一脚踢出去的，绝对没有的事。不必依赖，你们国家有这种事情，男足的不行，女足的厉害。女人把男人一脚踢出去，砰！我前妻她不是踢足球的，不是砰，也是 no， 连你太太都给你弄，别人怎么会给你 OK？ 深刻反省，反省，深刻反省，深刻反省，反省，跟你的太太反省，深刻反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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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你的太太反省，深刻反省。有什么了不起的？金宝，放这儿。好，大林。啊，大林。 这鬼子他竟然敢跟我！生气有什么用啊？啊，你要是有骨气，像我似的写辞职报告，你不是写辞职报告，你的词是报告，你能拿回来了？有点没词儿啊，把茶几擦干净了。哎，来，站一下，站一下。哎，行了，老胡，你就别再生气了。我劝你啊，赶紧找一合适的，跟我一波，咱们春节就结婚，反正婚礼的费用鬼子给出。不是你，你较这劲干嘛？何乐而不为，对不对？ 我现在找我也来不及呀！这大林，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哎，赵哥，哎，鬼子竟然敢跟我！我都听见了，这么大声再门外还听不见？哎呀，算了吧，啊！你都已经离了婚，他又骂了你，还是用工作来排泄烦恼吧啊！哎，你们快点抓紧啊，客人马上就到了。这，哎，鬼子竟然敢跟我！算了吧，你想开点啊，别太认真了。 中国的婚姻文化呀，凭什么对冲出《围城》的人横加指责？就是，哎，他刚结婚，他就知道离婚是怎么回事了，他敢训斥我，他就能保证他一辈子不离婚？
我就希望他的老婆是一个业余女足，哪天一生气，这一脚嘣的一下，就把他给踢出去。对，他没权利这样指责你，这是属于中国雇员的个人隐私。可不是嘛，这鬼子真是太可恶了！我跟你说，他跟你是恨得我的牙根都痒，他绝对是太可恶了。 你是跟我离婚，又不是跟他离婚，我就不信他日本人没有离婚的。岂有此理！离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规律。哎，大林，你的那份辞职报告就别再往上递了，我帮你撕了它吧。那就意味着我也找个对象，闪电结婚。嗨，结婚也不是什么坏事，接着结呗。他是不知道跟谁结婚。嗯，知道。 就是还没找着呢，再说我也没时间找啊。大林啊，我给你传授一条宝贵经验，说，现在这成熟女人啊，哎，就像这样的，太复杂了。就你，早晚得给他们全绕进去，不如找一个清纯乖乖女，让她在我们的熏陶下成长壮大，让她长成我们喜欢的那种类型，啊，哎。 我给你看看。哎，我发现你真是一个很好的倾诉对象。咱们是不是再谈点别的？ 当他闺女啊！这说什么呢你啊？人都二十二了，比我就小八岁。哦，本来想呢，拖两年再说，可是答应了山本，春节就必须得结婚，所以现在只好加快步伐，提前进入结婚的日程。多可爱的女孩啊！这就是我的小鸽子。 我上小学的时候，也像他这么苗条。这叫什么话呀？您现在也不老啊，您瞧这身材，是不是大林？没错。哎，说真的，就是没这事儿，你现在应该找一个了。你就说那老陈，哪点比你强啊？不就多个媳妇儿吗？是不是？就冲这个，应该立马启动婚姻按钮。 绝不能让老陈那家伙得逞。对，也没让你娶个日本媳妇儿，你赌什么气呀？只要你点头，哎，我表嫂就在婚姻介绍所，我现在给他打电话。哎，你先等等，我那个，你想找什么样的啊？也像小鸽子这样？对，你说一声，那倒不一定。 是不错，这就得看他喜欢什么样的了。嗯，每个人眼光不同，你喜欢什么样的就什么样的好。哎，那你倒说呀。现代女性她什么样的人都有，我搞不懂她们。不是我以男子汉大丈夫自居啊，我就想找一个温柔贤淑型的。是不是最好再善解人意？一旦温柔贤淑，毕竟善解人意呀。有现成的吗？有。 你先看看这个女性登记表，你看看照片。好啊，看着也没用。
温柔贤惠，照片上看不出来。我这儿啊，还真有一个不错的女孩。哎，我跟你们约会一下，现在就跟你联系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，我看行啊。哎，小芳，哟，表嫂啊，你怎么有时间？别胡说，我表嫂表嫂的。要不是我跟你表哥是同学呀，我才不管你的事儿呢。哎，你当初要是嫁给我表哥，不就成了我表嫂了吗？又胡说！你看哪个婚姻介绍所是登门服务的？小凤，我知道你有个性，可不能由着性子来呀。这些年你把多少好小伙子给吓跑了。那是他们没眼力。这个世界是在变，可男人需要温柔，这点一点都没变。这个大林呐，各方面条件都不错，又是限期结婚，赶春节这一波。哎，你只要把你身上的刺儿收一收，当一个月的温柔女郎，你就可以得到一个理想的丈夫。等你们结婚以后有了感情，你再把个性使出来，对方也能宽容理解了，不是？哎呀，这不成了蒙人家傻小子了吗？大林可一点都不傻，小伙子精明强干，人品好，有前途，这叫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呀。你听着没有啊？啊，听见了，这叫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。哎呀，我是说，这这，等会等等，等等等，感冒感冒。对不起，你让我做，让我装淑女，做温柔的女郎，这就对了。哎呦呦！你怎么才来啊？那边新开了个礼品店嘛，你就逛了一会儿。嗨，约好几点？你看看现在都几点？你自己看，你自己看看几点了？表怎么停了？啊，昨晚就停了，忘了让我妈换电池了。哎，什么好消息？啊？这儿没法说，咱们换个地儿。不，我现在就要停，我等不及了，快说什么好消息啊？我说，咱们结婚吧。哎，那也不能说接就接呀！我早就想穿着婚纱照相了，我们先去照相啊！现在？好吗？现在去吧啊！行，走走走走。耶！哎，我来介绍介啊，这位就是我跟你说的林仲先生，啊，哎，这位就是我跟你说的刘晓峰小姐。哎呀，师傅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啊，那我可就拜拜了，再见啊！哎，你好。啊，初次见面，请多关照。那咱们去哪儿？听你的。哎，咱们上那边去吧。好的。那边人多，咱们出去走走。好的。好。装淑女。你看这套怎么样？啊？这白的呢？你看一眼呢？挺好，挺好的。走吧。哎，到底不照了？我还没想好呢。咱这已经第五家了，您还没想好呢？那怎么了？再看五家，说不定我就有主意了呢。啊，走。那你先把衣服穿，外边凉。你穿好了，穿好了。哎，我说，咱们也不一定非得要今天照吧。有好多事儿，咱慢慢计划计划。比方说拜见一下我未来的岳父岳母什么的。啊，对呀，你还没见过我爸我妈呢。可不是呢。那成，咱们今天晚上先照照片，然后明天我带你去见我爸我妈啊。行。
几楼啊？3楼。以后长着点眼色啊。哎，放心吧。这是小林。伯父好。伯母好。爷爷好。奶奶好。大哥好。二哥好。三哥好。舅舅舅妈好。表姐好。表妹好。七姑好。八爷好。还有二姨三姨他们家啊。非得今天都去了呀？那当然了，我都打电话通知人家了。你什么时候打的电话啊？刚才你买东西的时候呗。怎么了？走吧。走走走走走。哎。林三啊，那个接了工作，你们怎么都在？近况如何？你问他呀。他现在活得很潇洒，一点反省的意思都没有。昨天他还说什么？那意思就是说结婚的男人很傻。嗯。他说只有结了婚又离婚的才是真正成熟的男人。叫他来见我，马上。OK。嗯，来了，哎呦，赵姐，热咖啡。小林，你怎么累成这样啊？哎呦，人在结婚，身不由己，得悠着点啊。身体可是结婚的本钱呐。嗯。哎呦，赵姐啊，最近我发现两件事。第一呢，是我这未来的岳父岳母他们家。亲戚特别特别的多。第二呢，就我这小鸽子，他真是个小鸽子。他什么时候能长？有事大姐帮你办。啊，社长不是发话了吗？让我代表公司安排你的结婚事宜。哎呦，拜托了赵姐，这事还非得您帮我不成？他们家人太多了，而且一人一个主意，把我全都说晕了。哎呦，头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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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对了，我包里有清凉油，你等着啊。喂，哎，是我。七姑父啊。社长，您找我？我很傻，不知道看跟谁比了。你的意思我比你傻？那倒不一定，要不您当社长，我当职员呢。你离婚，快活，潇洒。曾经是。坐下。嗨。曾经是，什么意思？有一个流行歌曲叫《最近比较烦，比较烦》，就别比较烦。比较烦？哎，我不明白。就是，啊，这里比较的烦，啊，这儿比较烦，哎，为什么？我现在就是很后悔，我觉得我离婚是一个错误。阔嫂，哎，你可以把你的比较烦全部说出来，我也是男人，可以理解。啊，那我说就说。我正想找个地儿说说呢，反正我说出来你也不一定懂，是吧？说慢些。我是说呢，上回听你的，这回就该听我的了。OK。啊，我觉得我比较傻啊，我怎么我就没有想到啊？我只要一离婚，我的前妻那就会跟别人走。这个问题我没想到，我这太幼稚了。OK， 你反省得非常好。我比较烦呢，是经过反思以后才发现的。
我发现我跟我前妻一离婚以后呢，我就再也碰不到一个比她更能理解我的女人了啊！我觉得我一烦恼了以后，我更想找她倾诉。那为什么离婚呢？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啊，就是我这个人平常大大咧咧的惯了，他呢比较爱整洁，我呢比较不爱整洁。我们头一次吵架就是因为乱扔臭袜子引起的，当然了，这不是头一次扔了，这是扔了好多回以后。说的是那乱扔臭袜子，我也有过的。结了婚，我该整了。我前妻说，一个男人如果爱他的妻子，那就要为了他而改掉坏习惯。OK， 由此而推论，说我不爱他，不尊重他，其实不是这样。他不理解啊，像我这样的一个男人，啊，可以一边乱扔臭袜子，一边深深的爱着他。告诉他，现在马上就去。晚了。他跟别人跑了。男人，勇敢，自尊。你要进攻，从你的情敌手里把他夺回来。我的话你明白？嗨，我要排除干扰，和前妻破镜重圆。告诉他。再也不扔臭袜子。领导，说完了啊，您过公墓。哟，这不错。哎哎哎，干嘛干嘛干嘛啊？哎，我表嫂给你介绍那怎么样了？还行吧，刚见你两回面，印象不是很深。那你就是没来电。像我跟我小鸽子当时一见钟情。哎，谁啊？嗨嗨嗨！我说你最近能不能接电话？你拿来。喂，啊，大哥，啊，是吗？在哪儿给扣了？这是？啊，行。行，我一定想办法，一定想办法。好好，尽快尽快啊！哎呀，再见再见。哎呦喂，怎么了？我未来大舅子交通违章让警察给扣了啊！哎，你认识交通队吗？不认识，不认识。嗨嗨嗨嗨，那边打去。赵姐啊，我小林。新月，我回来了。我给你拖地，我给你洗衣服，我给你摘菜。不，咱们到外边去吃去，咱。咋了？你那人怎么了？我得去找一个人。当当当！弟弟，你谁呀？你是谁呀？有话进来说吧。哎，新月，你看看这是他吗？不认识。我认识你。啊，这是我前夫胡世文，老潘，我的朋友。你们坐呀。我去拿点饮料了。你坐吧，你坐，你坐。其实呢。我也是刚刚到，刚刚到。哎，新月，我来帮你啊！
哎。胡先生，你看，您喝点什么饮料？哎，这个，你们先聊一会儿啊，我去弄点吃的啊。啊，来来来。你们认识有多长时间了？啊，半年多了。你有我认识他时间长吗？那是当然的，你们离婚都一年多了。你了解他吗？了解，我们之间是了解的越来越深入了。你知道他打呼噜吗？知道啊，不过将来我会知道的。我不怕，我小的时候就是在铁路边上长大的。他睡觉咬牙，你知道吗？我更不怕了。小的时候啊，我妈妈拿那个拨浪鼓在我耳边就是咚咚咚咚不停地敲，那我睡得才踏实呢。结婚的时候，把那结婚照也可以坐在这上面，好吗？好。哎，你看这两只老虎坐的多生动啊！是是是，你过来看看。啊。哟，怎么是两只孔雀呀？那你说好？我认为。你跟我说什么，都是对的。哎，你，你跟我说是两只老虎啊。咱们去哪儿啊？听你的。去那边。好的。哎，赵姐，嚯，谢谢啊。嗯，您有吃的吗？中午啊，赶着去给小哥子他姑妈退火车票，没来得及吃饭。给。哎呦，嚯，还热着呢。哎呦，真谢谢您了，好姐姐。以后啊，谁娶了你，算是有福气了。嗯。哎，不是刚买的票吗？怎么又退了？嗯。他姑妈又不走了，说过两天赶头春节，我上哪儿给他买火车票去？我就不明白，没我的时候他们家这些事都谁去干？慢点，别噎着，来喝口咖啡啊。来看看，他爸爸的化验单该取了，他爷爷的助听器要用专用电池。我这回可真知道什么叫累。喂，你好，嘉禾公司。好，请稍等。你的小鸽子。嗯。喂，亲爱的，是我。啊？不是，好容易选好的床怎么又要换呢？你哥不喜欢啊？不是。我不明白这跟你哥有什么关系啊？这咱俩睡的床不是给你哥睡的，你哥他……啊，哥，不是，我没，
那个我不知道您什么时候把电话拿过去了？你看，不是，您今天没上班呢？啊？车又给扣了。小林，赵姐，你怎么还不走啊？心里烦，想找个人聊聊。找到了吗？这不等着你呢。好，咱们去吃涮羊肉，边吃边聊。行啊，走。走。嗯。社长，有个情况，我必须及时的向您反映。最近计划部除了我，他们三个都不正常。大林、小林、老胡，他们不是忙着结婚，就是忙着破镜重圆。为了私事，频繁的使用公司的通讯设备，互相交流情况、出主意。哎，好像都急着要春节结婚似的。春节结婚啊？三个？对，他们三个都不务正业，忽视了公司的业务，工作效率大大降低呀。他们好，叫他们三个来见我，马上。嗨，三位，请吧。社长，你们三个全部春节结婚 ，OK？ 啊啊！结婚进行曲，哒啦啦啦，哒啦啦啦，我太太亲自主持。社长，我还需要点时间。社长，有点困难，请社长放心，我会努力的。我给你们放假一周，准备结婚，工作由亲桑来负责。好嘞，干总，不在一块。啊，把亲桑叫来。嗨。陈部长，您请吧。社长，天灿，这个礼拜计划部的事情由你来负责。他们三个，我给他们放假一周，准备结婚。你辛苦了。我替你看最新的贺岁片，这大剧院传世经典芭蕾舞《天鹅湖》，好不容易想看这个，心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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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了，你看，我给你买了羊绒围巾，可漂亮了，你看，可暖和了，你看，你试起来，又买东西啊，羊绒成可贵，嗯，勤劳价更高，你看我的，心愿，你看多漂亮，啊。啊！去哪儿啊？随你。去吃最后的晚餐。好啊。
来来来，咱俩干了，哥，来，别干了，谁谁放谁啊？哇，还喝多点儿啊？来来来，这个，这个是四块钱。哎，好，就是它。好，再来一个啊。哎，行，我来点吧。这有什么特色菜，我最清楚。那你来。我来点吧。这儿的特色菜呀，我最清楚了。小姐，来个龙虾三吃，再来个呀，猪八戒踢足球。好的。嗯，这。你别害怕，我不会宰你的。今儿这餐饭啊，我来请客。你今天有点不正常吧？待会儿啊，你还是尝尝我那个足球，味道不错的。这吃正餐是很讲究品味的事情，那不同风格的菜，它怎么能放在一个桌子上呢？这你就很虚伪了。我认为，只要自己想吃，就是黄油和那臭豆腐搁在一起，也没什么呀。啊！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别喝了，别喝了，不干。别拉着我！别拉着我！别拉我！哎，坐开！干嘛呀？过来两瓶，两瓶。这保安喝点猫尿，就这样啊？谁也别拉着我！哎，哎，小王，你干嘛去？你呀，你别哈！哎，干嘛打他呀？怎么样？踏实了吧？也不闹腾了吧？来来来，做个纪念吧。哎，小芳，哎，胡芳，你明天有时间吗？我请你看青艺新排的话剧《十二夜》，哎，可好看了，比以前的好看多了。没把你吓跑啊？不会的，我喝的再多，也不会被人打中脑袋的。哼，那可说不定。小芳，我得好好的研究研究你。去。哎，好了，开动试试。哎，怎么样？你说一个家里边没个男人行吗？哎呦，你摔坏了没有？没事，就是起来有点费劲。来，哎呦呦，干什么？没事，给我坐会儿吧，这儿挺干净的啊，你不都让我白摔吗？讨厌。哎呦，幸福死我了！哎呀，你好久没用这么动听的词儿来骂我了，我有一年没挨骂了吧？喂，这是你刚擦干净的地啊，你看看，干净了，嗯。二位林桑、寇桑在做什么？你猜猜看。我想，他们正在享受您给的假期。OK， 他们现在一定非常幸福、快乐、开心。还很累。No， 幸福的男人不觉得累。可林桑就很累。嗯。哦，我的太太来了。那么，我告辞了。你先不要走。婚礼由我的太太来主持，你们两个沟通沟通。好，阿英。我的先生说他让你负责婚礼的筹备，这是否给你增加了额外的负担？哪里应该的嘛。哦，对了，社长先生说你一直热衷于慈善事业，主持过很多社会公益活动。请坐。可是我从来没有主持过婚礼，特别是集体婚礼。我想见见新郎，可以吗？恐怕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他们的婚礼，不征求他们的意见怎么行？
这可是不尊重他们的人权。我已经跟当事人沟通过了，怎么办？他们都没意见。难以置信，结婚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庆典，怎么能没有他们自己的意见呢？我还是要见见他们。可是，哎，老潘，哎，心月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想跟你谈谈。我知道今天第一节课不是你的，晚点没关系的。某些大大咧咧的男人，他记不住这个。那比如说老胡吧。哎，我不想跟你说他，也不想跟他谈你，一切随缘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吧？明白。我没有必要，说我自己如何如何的好，说人家如何如何的不好。事实自有公道吧。你能不能？我只是想提醒你，不要被同一个男人蒙蔽两次。我是搞医的。在同一伤口上再拉一刀，那是很不容易好的。心月，我真怕你再受伤害了。还有别的内容吗？有，我有个朋友，也是嘉禾公司的，从他那儿，我知道了一点事儿，关于老胡的，那个内容你是绝对想不到的。嗯？他们公司有一日本老板，所有人。听你们说，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，啊，我搞对象时候没费过那么大劲儿，终于把我前妻啊给感动了。乐观的时候，春节的时候，咱们仨一波结婚。到时候咱们仨就同喜同喜了。哎，你们怎么着？我这倒好，还没结婚呢，已经成我丈母娘家全职钟点工了。哎，你说我那大舅子，恨不能把他媳妇该干的事全放我身上。有什么事儿？你就说给他那孩子配个眼镜吧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啊？他们家亲戚是特别的多，这事儿那事儿，每天是没完没了。我这小鸽子，他就不像你这么体谅我，每天就给我找事儿，不给我分忧。照这么下去啊，我非累死不行。走啊，结婚，这不往火坑里跳。哎，喂，你呢？你呢？刘晓峰啊，你确实与众不同，他经常出其不意的，哎。给你带来一种新鲜感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哎，什么事儿都有他自己的主意，哎，你就说我这件毛衣，怎么样？你们说，不怎么样，我看也不怎么样，就算不怎么样，他也不能毫不留情的啊，把什么都说出来呀，类似这样的事儿很多，我觉得我的尊严受到了极大的伤害。你说这对方个性这么强，我就琢磨着，弄不好我这堂堂的大丈夫就得受制于人呢。哎，我们就此结束了。他对的我确实挺有吸引力的。那到底有戏没戏啊？我也不知道。心月，哎，心月，你看这什么呀？我怎么看得那么眼熟啊？啊，还记得吗？记得。哎呀，那能不记得吗？再重新照一张，把照片装上，就挂这儿。把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轻描淡写的说出来，也许这正是你的魅力。心月，哎，
你又重新发现我的魅力了，那我可就不等了，我就夹着铺盖卷，我赶快就搬回来了啊！哎，说实在的，当初我把这都留下，那时候我就感觉到还会有今天。是啊，这儿的一切都没有变，房子还是这个房子，人也还是这个人，连家具都没挪地方，你就好像出了一趟远门似的。那你呀，你就张开双臂来欢迎我这个出了远门而归来的浪子吧。亲爱的浪子，那你有什么打算呢？哎，咱们马上就结婚了，啊，就在春节。这么快？那也来不及准备呀。哎呦，那准备什么呀？我们公司早就准备好了。到时候，咱们就集体结婚，那会儿让我们公司上上下下的人都看看，咱们是多么般配的一对。这可真是太好了。我就知道，你呀，你会同意的。世文，世文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哎，我有什么事儿瞒着你了？行了，别装。上次在酒吧，你还为这事儿跟我骂过鬼子社长。哎，我怎么早没想到这个？你都想到什么了？鬼子社长认为只有结婚的男人才有责任感，只认可已婚的男人，所以才急着结婚，想在这一轮的升职中榜上有名。我不是，不是这么回事儿。你怕现找一个来不及，才跑来找我，装成一个。你别走，行。出去！别出去！哎，你听我说好吗？不，你听我解释明白。你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。哎，心月，哎，心月，心月，心月。心月，你别冤枉我好不好？你听我把话说明白啊！我不听，你就是说什么我也不听。那好，你有动静说明你在听了，你不听的我也要说。心月，我跟你说，真不是你想的那么回事儿啊！别说了。哎，限期结婚呢，那是真的，啊，复婚比再找一个容易得多啊，那也是真的。可是，哎，可是天地良心，我，哎。我跟你说，真正回来，我就是看你跟那小子约会，听见没有？我就后悔了，我只想你把你从那小子手里边夺回来。就算我目的不纯，可是现在已经弄假成真了，我对你已经产生了真正的这，哎，我这么跟你说吧，我为了你，我宁可是重塑自我。你明白吧你？这是我的辞职信，我宁可丢掉工作也不能放弃你。在我的心里，你最重要，明白吗？三位，请吧。约会的时间差不多了，该走了。那我们改日再谈 ，OK？ 再见，幸福的未婚夫们。奇怪。奇怪什么？他们三个怎么也不像幸福的未婚夫，为什么？我知道。是累的，累的，请吧，夫人。怎么说话呀？
我听你说呢。你分明是在走神嘛。我刚才说什么来着？重说一遍。你不要这么咄咄逼人好不好？不好。你最近是怎么了？哪儿不对劲儿啊？你说的说的。嗯，我有权保持沉默。你当我审犯人呢？那好啊，我也有权把这个交到你脑袋上。哎，别，别的呀，咱们别来真的呀。我呀，和你还没到这么深的交情呢。那我先啊。回去啊，我就跟他说，这性格你好好改改。小芳，嘿，小芳，嘿，小芳，我叫你，你怎么不回头啊？你喊什么呀？我留言你没看见呀？不是，这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你这个人没有诚意。小芳，你说的对。那就拜拜吧，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呢？哎，小芳，我明白，你不可能变得温顺。注定了要一辈子用身上的刺去扎男人的软肋，可我还是不可救药的。哎，你看样东西，这是我的辞职书。哎，我曾经发过誓，春节前要么辞职，要么结婚。结婚？现在我决定了，我要结婚，我。跟谁呀？你呀。我发现我已经不可救药的喜欢上你了。每回都是你找我，这回我来找你，跟您谈谈我的婚姻问题。OK， 你把我当成朋友，我很高兴。我的太太，她也一定会很高兴。社长，您的确像朋友那样帮过我。哎，您说过一个男人，那就。不能认输啊，他就要为了爱一个女人而改掉缺点，这些都是很对的。可惜我明白的太晚了，还是让人拿拖把把我赶了出来。嗯，哪个人打你？告诉我，我去打他。我的前妻，她不会踢足球，她会使拖把。啊，这就是你们我们两国女人的不同。我们日本女人就不会想到拖把还有这种用途。太顺从了也没有意思。
当然，我太太是个西方女性，被赶出家门也不好，很不好。我还是觉得我罪有应得啊。这就是你们我们两国男人的不同，你们勇于向女人承认错误，这个我很欣赏。你欣赏有什么用啊？我前妻她不相信我。什么问题？讲出来，我可以帮你。她不信任我。这是你的辞职信，如果你说的话是真的，就把这封信呀交给鬼子社长。你的前妻说的很对，辞职书给他看没有用，给我看才能表明，你的心里太太最重。我来，就是正式递交辞职书的。你好好想一想，你一交我就批准。我要的就是这样，就是要证明自己。啊，我要是你太太，已经相信你了。难道我真的会失去一位优秀的雇员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我该走了。回来。我不回来，我绝不后悔。我操！看看这是什么？这不是我写的那个。你笑什么？这是我老婆她开的，给我复婚证明啊！我们俩，哎呀！哎，婚礼上我要宣布升职者的名单，我要叫你双喜临门。你怎么知道我来了？我在楼上看见的呀。哎，走吧。哎，那个，我哥说让你先把我爸眼镜取回来啊，乖。上哪儿去取？啊？通县。我爸去看我姑妈，顺便配的吗？这我上通县再打一来回，这回来得几点了？你哥呢？在家看电视呢。这也太过分了吧！哎呀，宝贝儿，你怎么说不高兴就不高兴了？我能高兴吗？我忍无可忍了，我。哎，你别上去啊！我哥他脾气不好。我脾气还不好呢。哎，你说的是我，就这么点事儿，我才一点点，不有事儿吗？跑一趟这有事儿吗？这话说的，这什么话啊？星星，我问你，你是跟我站在一边，还是跟他们站在一边？我不知道。你都看见了，我跟你们家全都吵翻了。不过我觉得你是你，他们是他们。我不懂。你不懂？你们家人全都不可理喻，尤其是你那大哥。干脆这样吧，咱俩结婚，你跟我走。可我大哥他怎么可能答应啊？你理他呢？这关你大哥什么事儿啊？你们家就属你大哥最不是东西了。小子，你他妈说谁呢？别！赵姐啊，快坐。赵姐啊，你怎么还带着这个呢？
还是您早知道我会有这么一天。服务员，请拿个杯子来。哎，你坐坐。一个成熟的女人，包里不仅装着化妆品。谢谢您，谢谢。来，社长先生，婚礼的筹备工作基本上已经搞定。另外有一件事，我想征询一下您的意见。婚礼上要不要放炮？放炮？对不起，是我没说清楚，是放礼炮。哦，中国的法令我知道，城区禁放烟花爆竹。我们给礼炮，这是婚庆公司千禧年推出的特殊服务项目，专门的礼炮车。社长，你先出去，请勿打扰。是。反正他也没什么正经事儿。谢谢陈先生。山本夫人，我在这里专门等您，有件重要的事情我必须告诉你。是关于山本先生和整个嘉禾公司的，这事儿不说不行吧？请讲。好，山本夫人，您中国话讲得这么好，一定知道中国古代有个典故，叫楚王爱细腰，宫中都饿死。细腰，饿死？是啊，楚王他自己喜欢细腰，所以呢，他就要求宫女们个个都是细腰。宫女们为了腰细不吃饭，就都饿死了。可是我看赵小姐她就……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，社长他好结婚的，所以他就要求公司适龄的男职员都得结婚，这样公司上上下下就很不正常，人心浮动，个个都有苦衷啊。对，我觉得他们是有苦衷，我想找他们谈谈。好。哎呀呀呀呀！有点吹了吧？这别笑了，社长夫人要找你们谈谈。怎么又找我们谈谈啊？谈什么呀？到办公室去吧。哎，我说，我看咱们仨怎么像三只鸡呀？黄鼠狼给鸡拜年，他没安好心。谁是黄狼？山本夫人。我说他是黄鼠狼。哎，一会儿咱们见机行事，别中了他的套。哦，快走吧。哎，开路一马斯。春节快要到了，你们的婚礼会如期举行吗？是的。由我来主持你们的婚礼，可以吗？谢谢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My pleasure。你们是否真的已经选好了你们的心上人 ？OK。你们心里有什么苦衷吗？没有，没有。Really？ 真的吗？没有。夫人，我给您带了一个人，他能告诉您一些铁的事实。这是潘先生。你好。这是社长夫人，我们公司的精神领袖。有什么话，就大胆地说吧。我投诉、控告贵公司的职员胡世文。胡世文。嗯。为了达到个人升职目的，他第三者插足，破坏我的幸福。
Sit down, please. 坐。好。今天我把你们约出来，主要是想听听你们的心里话。你们确定他们是真爱你们吗？那你们是真的爱他们吗 ？OK， 请一个一个回答我。我相信，为了爱，他一定会改正自己的缺点，不会再扔臭袜子了。嗯，我相信他终于明白了，身边就有芳草。我相信，我的不温顺，一定会让他神魂颠倒。那你们确实不是一时冲动，当然不是。那太好了，我也有个计划。我给您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太太，这是我8岁的儿子。太好！我的太太不见了，是吗？哎呀，上半先生，那继续再说吧。啊，大家都等着您呢。大家都等着您主持呢。哦。山本先生的委托，来主持今天的婚庆大典。第一项，新郎认新娘。Thank you.
全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万事胜意，兴旺发达。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工作顺利，升职加薪。愿天下的小夫妻们恩恩爱爱，早生贵子。祝天下的父母们身体健康，硬硬朗朗的。祝大家心情愉快，心想事成。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人兴、家兴、业兴、国兴，家和万事兴，给您拜年喽。